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肥虎，今天又出来钓鱼了。刚才从那边过，好多钓友啊，应该有一二十个，全部在那个小回湾那里，那个地方效果应该不错，水比较浅，但是人太多了，我就往这边来一点，选择这个稍微深一点点的地方，比那边可能深有几十公分，不过这边的鱼口会细一点，但是鱼会大一点。我们先看一下钓位，然后再开点饵料，看一下今天的效果如何。因为今天是主钓鲫鱼，所以还是开一点拉饵。这都是我们常见的饵料啊。这个是新版的，不要太多，因为这个季节有的时候鲫鱼还是喜欢吃这个稍微淡一点。这个也占偏的也来一点，不用加拉丝粉，直接1:1的二水底开始拉了。要拍视频了。那首先我们来打点窝子，因为今天是主钓鲫鱼，所以还是以九米打窝，但是今天的九米可能和往常的有所不同，我们先打进去试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我的猜测是不是对的，效果如何。如果效果好的话再跟大家分享，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下次再试。钓鱼就是一个测试的过程，用这个炮杆来打窝，这种打得比较精准。鲫鱼打窝在于精而不在于多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先钓着看，等一会儿如果鱼口好的话我们再加点饵料。给兄弟们看一下有多少钓友啊，看到没有，这回湾里面全部都是，这是一个浅滩，这边也有，看到没有，这上面的车全部都是钓友们的，这边这边都是，哈哈，太壮观了。看一下这会儿的浪多大，有没有点海边的感觉，哇，
哇，中鱼来了，还不错。中鱼，哇，这个力气还可以。漂亮，力气还可以。掉了，点口了，兄弟们。又一条，终于来了！哇，这个风太大，吹的这个杆子都拿不直了。来了。鱼来了，哦哟，哇！看这风吹的，这杆子都放不稳了，往一边偏了，大风大浪啊！兄弟们，风太大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上午的鱼货，这会儿太热也准备收了，发窝也不错哦。哎，看一下，就这么多，还可以哦，具体以前用的是这种麝香味的酒米，今天换了一个果香味的啊，如果钓友们想垂钓的话，你尽量换一下果香的试一下，因为这个在高温天气啊，它有促进鱼开口的作用。我们不管它什么品牌，主要是这个香味，果香味。好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